Who's better？ 我最近喜欢上一个人哦，不懂啊，对我是怎样的感觉呢？怎么你会这样想的呢？做人应该有信心一点的吗？你是很漂亮的，你知道吗？看来我又要上网买一些美容产品了咯，不然我哪里敢出来见人哦？你又要再等那个11月11号那个购物狂欢节？哎，美容产品不可以乱买的，你这样知道它适合你呢？你又在那边塞钱了，哎。这样你要我怎样哦？我也是要谈恋爱的嘛，放下我啦。我只是知道，幸福要自己去争取的。你讲到好像没有讲到这样哦。哎，听说 City Mall 最近开了一间新的美容院呢。哎，新店一定有扛头啦。有没有可能哦？不然我们去问问看咯，没有坏的吗？走啊。喂，就是那一间啊。哎，我们进去看一下那个 package 下吧。你好，请问你是第一次来的吗？是哦。没有啦，我们路过罢了啦。小姐，我看你脸好像没有什么光泽哎，看来我们这里可以帮到你哦。现在我们本店有做大优惠哦，只要你是第一次来的客户，我们会给你优惠，更何况今天的11号到13号我们本店在做折扣哦，保证让你爽。香港的还等什么？幸福是不等人的。OK 吗？我只能够跟你讲，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爱情。是你让我的世